我们先看到，经济经理这物主是北河十七号南天宫在古历七月在河内古办中原普渡信众参展的这奖品，真侪信众是发心要将这奖品来捐赠给世界和今日南天宫特别娱乐主义的代表捐赠给北河区公所。咱非常吼欢喜，咱这个北河区长吼。非常的心意啦哈，啊，咱澎湖潜水来这道吼普渡，来这贡品吼五十分，啊来哦做要捐哦公所，啊咱区长吼亲力亲为哦，伊将哦做亲身走来到澎湖潜水，真非常感谢，啊咱这贡品，咱就是讲抛砖引玉，哦由咱哦区长公所来咱斗三工，和咱潜水台湾慈善会会当来吼散播爱，啊愈侪人知影，啊咱来发扬。关键这贡品包括有食的、啉的、白米、甲大料、甲饮。料顶顶相当澎湃，伊今年南天宫参展的这道线有129块地，超过着三分之二，咱表示讲要捐出来做着公益。因此，南天宫透过着慈善会来进行捐赠，区长对着南天宫信众的信心是真感谢，也表示讲日常短时间内送到有需要的民众手内。那将这普渡用品吼，那交付咱北河公所，那北河公所会用上紧的速度啊，将这物件啊，用去有遐弱势家庭。感谢讲啊，伫即个十七号啊，嘉陵安尼无几户的所在哦，啊，竟然安尼有咱诸位的发心，啊，当成立即个慈善会，然后今天真的也发挥。人机几机的精神哈啊，把这些相关的物品捐赠给公所哈，那我代表这些弱势的家户来做最大的感谢。你这回捐赠的这奖品数量无多，公所是以着中介收益户为主，希望相关物资会当予有需要的民众感受到澎湖潜水必要甲慎重的关怀。南天新闻台以下北河采访报道。